善于拼死护子。在中国古代，有一位名叫周玉的读书人，他最喜欢吃的就是鳝鱼，对烹调鳝鱼也特别拿手。有一天，周玉的两位朋友带着他最喜欢吃的鳝鱼登门拜访。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？你看，哇哦，鳝鱼好大条啊。对呀，知道周兄最喜欢吃的就是这鳝鱼，而且他烹调鳝鱼的技术更是超群，他做的鳝鱼汤那味道特别鲜美。哈哈哈哈。哦，这么说今天我们可要大饱口福了，哈哈哈哈。两位快请进，进来坐。这两位好友带着鳝鱼来到周家后，周玉十分高兴，他亲自动手展露手艺，要好好的将朋友送来的这些鳝鱼煮上一锅美味的清炖鳝鱼汤。周兄，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？哈哈哈，鳝鱼，还是王老弟知道我的喜好。今天我亲自下厨，为二位煮一锅鲜美的鳝鱼汤。看来我们今天又要大饱口福了，哈哈哈哈。怎么，直接把鳝鱼丢到锅里就可以了吗？对，直接把活生生的鳝鱼放入锅内，然后在锅子底下用小火缓缓加热，水温逐渐变高，鳝鱼在锅中丝毫未觉水温的变化，慢慢的就会被煮熟了。用这方式煮熟的鳝鱼，因为不会经历杀的过程，没有挣扎，所以它的肉质也就不会紧绷，相对的口感自然好上许多。原来如此啊，难怪周兄烹调鳝鱼汤的味道绝佳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走，咱们喝茶去，一会儿等鳝鱼煮熟了，咱们就可以喝到鲜美的鳝鱼汤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那锅汤慢慢煮沸了，好香啊。就在周玉将锅盖掀开后，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你们看那条鳝鱼，在锅内有一条鳝鱼的身体竟然向上弓起，只留头部跟尾巴在煮沸的汤水之中，这条身体弓起的鳝鱼整个腹部都向上弯了起来，露出在沸汤之外，一直到它死了，身体悠然保持弯起的姿势而不倒下。这条鳝鱼的姿势的确很特别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周玉看到这种情形，心中感到十分好奇，便立刻将这条形状奇特的鳝鱼捞出汤中，取了一把刀来。让我把这条鳝鱼的腹部抛开看看，不就知道它为什么会摆出这种姿势了吗？当周瑜抛开了这条鳝鱼的腹部时，他惊奇地发现，那里面竟藏着满满的鱼卵，数目之多难以计算。啊！原来这条母鳝鱼为了保护肚子里的众多鱼卵，情愿将自己的头尾浸在沸汤之中，直至死为止。周玉看到这一幕，呆呆地不知在原地站了多久，
泪水不自禁地潸潸流个不停。寻思善于有舍命护子，自己对母亲却仍于孝道有愧。我周瑜对天发誓，从今天起终身不再吃鳝鱼。从此以后，周瑜果然不再吃鳝鱼，并对他的母亲加倍的尊敬与孝顺，并且每月固定的放生救护生命。哈哈哈哈哈。Namo Amida Phật.